唐斯的合同里是有条件的。北京时间9月23日，据沃神报道，全明星中锋卡尔安东尼唐斯已经和森林狼队达成了一份5年总价1.9亿美元的顶薪合同。但是要真正得到这份1.9亿美元的合同，必须有一个前提，唐斯和森林狼达成的这份顶薪合同包括唐斯的薪水可以达到森林狼工资帽的30%，前提是他在未来2年内入选一次最佳阵容，或者成为常规赛 MVP， 或者成为最佳防守球员。如果唐斯未能拿到以上三个荣誉的其中任何一个，那么他的续约合同就和德文布克在今夏与太阳续约的一样，起薪为工资帽的 25%， 5年合同年薪分别是2725万美元、2943万美元、3161万美元、3379万美元和3597万美元，总价值5年1.58亿美元。